能夹力小风扇，它不管在任何的场景都适用，像办公室、婴儿车、婴儿床、桌面或是车上，甚至是煮菜的时候，或是也可以拿来吹婴儿的副食品。风扇的盖子也可以打开，所以清洁非常的方便。无线遥控油一滴吊扇，桌立挂扇两用，它挂钩是可以180度，可以手动调整你要的角度，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，带去露营啊或是室外活动就是刚刚好。有3档风速，妈咪们有时候会抱着宝宝不方便移动，这时候这个遥控器就是妈咪救星，是远端的遥控，它就可以开始运作了。不仅如此啊，它有超长的续航力，2.5小时到7个小时。那经过我们的实测呢，它的强风是可以达到4个小时。更多商品都在官网看得到哦，赶快去官网逛逛吧。